DP 速风酷气动版，邀您共赏花甲少年去旅行。当这个大家一起吃甜点，应该是不可能饱，我们就是吃个下午茶。哦，那个是算下午茶，对，这是下午茶。等一下还有更道地的下午茶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下一个下午茶的点。对，去走一走。去吃一吃，可以挑自己喜欢吃的店，会不会越讲越咸的哦？会不会越讲越多？等一下去就知道了，这也是来这边必访的行程。我好期待。一直吃东西，看到什么都想吃。所有的伙伴们，尽量的吃吧。哦，任何都可以吃吗？挤一挤，我接了，耶！来了，被讲啥？红茶为什么叫红茶蛋？用你自己的红茶跟香菇。哦，有香菇哎。真的耶，这上面香菇哎，香菇是纽扣菇哦。纽扣菇是什么？纽扣菇是小的啦，跟它溜啊，跟我一大一小溜啊。爆浆哎！它会分支哎！哇！嗯，太扎实了。姐姐，姐姐哇，好硬，好硬！太烫了，太烫，太烫！哎呦！哥，你吃，你吃。就白果。啊，不修呀！姐，你要卫生纸吗？来，你尝一块，第二块。第二块。哇！哈凉，哈凉，哈凉哦！真的很烫。你可以吐出来，完了，偶像形象崩坏，帮他打马赛克。好，这样吃，这样吃，那真的太烫了，我觉得可以等一下。是哦，那这样子，我才不玩挑战这种事情，那我们放凉再吃。哎，这个粉粉鸡我喜欢，这个我喜欢，粉粉鸡翅很好吃。两只一起吃，好好好，你跟你妈吃。嘿，哎，你妈有来哦？对啊，两只谢谢。看这边，来，耶！总统鱼酥卷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两只香菇的举手，哦，全部都是哎。对啊，好合群哦。好好好，我们这一团又敢吃香菜，又敢吃榴莲，对，我们怎么那么优秀？是那个鱼酥，好好吃哦！就它没有什么腥味，然后很新鲜，然后又炸得很香，然后重点是它超大方，给我们一堆香菜。走经过这个，我已经闻到整个香菜的味道，超重，这整盘都是香菜哎！看大家都吃得很开心，就来报告一件事情。好，请说。因为我本人呢，就喜欢一些户外的活动。而且喜欢骑脚踏车，嗯，那想说让你们骑脚踏车环这个日月潭太累，哦，讲快一点，我不想要这那个真的太累，很好，所以我们来进行另外一种脚踏车，哦，什么？水上脚踏车，哎，很好玩啦，真的呀，你要不要就是可以一起在踩水上脚踏车悠悠哉哉，然后顺便看那个戏。对啊，你刚把它剪掉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这边先穿一下救生衣。你在干嘛？我卡住了。我好开心哦！哎，怎么你今天的行程都是我的第一次？真的吗？我真的很多很多事情都没有尝试过，你也没有得到了很多你的第一次呢。嗯，我干嘛撩你啊？我哎。好，走前面，你会晕吗？对，好，我慢慢走。哎呦，你那你走慢一点。真的，我不能看地板。你别，你看前面啊，看前面就不会晕了。走中间一点呢，这样比较稳一点。走中间就不会晕了。哎，小宋，你眼睛只要看平面的地方。平面。哎，像开车那样就不会晕了。这样会不会怎样？哎哎，后面的，不要过去。我的晕呢？晕
你可能正常吗？不，没关系。我可能有啊。好，啊，那我跟你们说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如果要上脚踏车之前，左脚踩，右脚跨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喽。楼梯第二节。你小心，小心。哦。那我们的脚踩得到踏板吗？我真的在行。好，来坐着。好，坐，先坐哈。好。哎，小姐姐，你是有老公的人，不可以晕船哦。好，踩。等一下，他要撞到他们了。好，来哇，来嘿哈。泳裤出来。OK， 来。就先撞。你们干嘛？走开！我不是我，我不是我，我不是我，是我要倒车，我要倒车。哎，为什么是你在赌林哥啊？哎，你好意思，赌林哥，你好意思哦？是吗？哎哎，我们是运动健将组啊，撞上了，撞上了。我们是后置引擎，撞上了。你们走开！我是找错 partner 吗？啊，怎样啦？我们刚才不是我倒车，倒车出去。还好，哎，我们来比赛好不好？右转，我们来比哦。哎，为什么他不会那个？等一下，加油了，再见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们输掉了啦！不会不会，我们倒车，我们倒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倒车倒车。哇呼！耶！向右转十五度，十五。好，左边十五度，好。靠！靠啊！谁是猪队友啊？到底？好玩哦，这是我的第一次哎，真的，就是你今天安排的真棒，比昨天的棒太多了。不敢不敢，都一样好玩就好。林哥，你现在是想要躺下去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真的很爽。你的手现在是枕头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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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现在20岁，他念哪一间大学？伯克利，波士顿。他念音乐系吗？对，音乐系。哎，他跟你很像，就是他会弹电吉他，嗯，然后吉他，嗯，长笛，哦，爵士钢琴，然后他很会跳舞，也很会唱歌。天哪，他也太有才华了吧？对，就跟你丈母娘一样，多才多艺，人又漂亮又有气质。那他之后是也要？又贤惠又善良。OK， 这关键字这样就够了吗？关键字已经很知名了，好，很好。小宋比较有耐心，所以从今天开始都是小宋跟姐姐一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文哥是很怕吵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感觉得出来了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解释。进来，手给我。我们这样就并在一起了。哎，聪明。哎，舒服舒服舒服。哦，就送哎，就送哎。你们有人有偷懒吗？有吗？你为什么要偷懒？我完全没有偷懒。你这个，我刚才在想为什么后面那么安静。我们刚刚远远的看啦，有发现好像有一个人很悠哉这样，都没有动，这样。嗨，太充实。你们那边有东西可以吃吗？我们好饿哦。哎，我们刚刚想要吃香肠，没有吃到。哎，我们这样很像海盗哎。我们在海上就应该要。我们去跟他拿，我们去跟他拿。这手怎么突然吃啊？打工啊，对。我来了。一只给他就好。赶快走。谢谢你们。等一下，我先吃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哎，如果好吃就不要还他们。哎，他有蒜头呢。哎，碎哦。哎，不会蒜头哦。不行，这样会扎到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小心，可以冰呀，可以冰呀。山猪肉。喂，哎嗨嗨。山猪肉。哦哦，山猪肉哎。要不要大蒜？要来一颗大蒜。哎，要不要还他们？你们还竹签吗？走。还竹签太过分了吧？拿。好了，我们够了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们吃一条就可以了，快点啦！谢谢你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我们有吃的啦。追他们，追追，赶快追过去，冲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们要给钱呢。给钱。等一下，我们两条。
赶快你我赶快，哎，我不是一直追着他们跑，你要还他们香肠，好，快点快，我们真的太多了，哎，真的够了啦，我们来还香肠，真的真的。一只就可以了。来，真的啦！这样我们下辈子还还你们200条，我划不来。真的啦！下辈子再想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你们吃你们吃。你是哪位？你是目睭歹去啊！你是哪位？我别讲今天传视频啦，什么何祖林？这个行程呢，其实我有点累了，因为前面追羊又骑马。整个那个体力已经有一点透支了，我只是一开始先骑给他看这样子，然后后来我就放松，就。难怪我刚刚会觉得有点累，这一趴应该是这两天下来感情最加温的一段，我觉得很好玩，风景很好，很舒服。天哪！你为什么放下我们？你的袜子好漂亮。是向你丢啊！快点滚！哎呦，你不是一条路了，这样更不吉利。太好玩了吧？累的，哎呦喂，好爽啊！会累，好爽，不会累呢？不会。我们好像不会很累。这我也是第一次玩，很好玩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去吃好料的。哎呦，又吃好料！太阳下山了，肚子又饿了。几个？才吃完香肠又饿。不是下山，是因为刚刚滑这个去踩这个，肚子饿了。踩饿的。最饿的人应该是他，他刚刚说好累哦，我说怎么不会累？我们不会累。跳跳跳跳跳跳跳！不要动，慢慢走，我真的会晕嘛。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. More, more, more. What a feeling.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. 香椿菜哦！哎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我有预定那个要吃晚餐。对对，我有帮你们准备一道我们这个鱼菜单料理，我们往这边坐。哦，谢谢。哇，太美了吧！这怎么舍得吃啊？我们的鱼菜单料理，那简单的介绍两道一定要吃啊哈，就是我们这个马告蒜鱼汤。等一下那个鱼是我们日月潭的红一螺，啊，它是吃饼干的，不是吃饲料，所以没有饲料的味道，所以肉质很甜。它沾上我们这个马告酱，涮个大概15至20秒。第二道就是我们这一道串烧，就是绍竹原住民的烤肉，用盐巴单简单的下去烤。OK， 那然后要沾我们最主要的刺葱酱。刺葱酱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是我们日月潭绍竹的这个原住民的香料。哦，那你们就慢慢的享用。那老板先去忙了，欢迎你们来南投，谢谢，谢谢石老板，谢谢。尼罗红鱼，尼罗红鱼，有一部电影就是《尼罗河女儿》，是这个重鱼吗？尼罗河的女儿是杨玲演的，杨玲演的，这是杨玲家养的。杨玲知道是谁吗？嗯，挡泥板那个。哎，不诚恳哦。啊，知道，不知道啊，不确定。他是以前就是《梦中情人》的10名以内。干嘛今天要考人家？杨玲的歌。让我再一次。我甚至不知道他啊。我你的哦，听过，听过。哆瑞咪，哆瑞咪。好，那我们来尝尝吧。这是尼罗河女儿杨玲他们家养的尼罗鱼。我觉得原味就很甜，乐牌。嗯，是，好好吃哦。哦，好嫩哦。还要闻。我闻你爱。我就都可以进歌，你今天是靠腰子。我很怕哥今天会打人。不会。请问明天第三天的导游是谁？现在可以问了吗？当然可以啊。第一天很棒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然后第二天比第一天的更棒。对。然后第三天就是越后面的压力越大越大，所以我是明天第三天。哦。可以吗？我可以当明天的第三天的导游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其实我心里是开心的，委屈。真的？为什么？花甲的行程啊。哦，那明天的行程会？当然，明天呢一定会很艰辛啊！我会让你们水深火热之中，激起你们的那种……哎，不要形容哎，你搞你搞到这皮。你说，你帮我接一下。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。你说，我们不知道你的行程呢。好了，那我就卖个关子啊，然后明天就知影，你就知影了。
吃海鲜。好的，海鲜。早安，各位朋友。早安。早安。吓我一跳。你干嘛？你当兵哦？大家昨天睡得怎么样啊？你不要再装了，你根本昨天跟我同样的遭遇。哎，真的睡不好哎。你们知道我们昨天遇到什么事情吗？就是呢，一整晚有一只鸟叫了一整晚，怪鸟。但是导演说他已经听到它三遍了。对对啊，对，它叫很多天了。然后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行程就是那种要很耗体力的？不是追羊，要么就追马，要不然就要跳舞，萤火晚会。萤火晚会。然后两天都累翻了，耗尽了体力。真的。真的。然后昨天又被鸟吵了一整晚。对。那今天我们就比较轻松了。去正宝正宝大饭店吗？没那么爽啦。今天呢，我要安排一个又好玩又有趣又轻松的旅程。我一定会让我的客人呢宾至如归，会让他们可能这四天里面可能会最难忘的一天。空气这么新鲜，阳光这么野艳，照耀着大地，我会觉得跟很像那种乡下的日本，有走在这种小径上有这种感觉。羊角村到处都是种无微博的丝瓜啊，然后什么都好像都可以种哈。哎，我们一路进来啊，你看这种就有各种不同的指标，这有玩这个的，这边有露营区，这边有农业园区什么，我们在猜到底是哪一个。对，好，对啊，哎呦，就是这个羊角村，想必是老板吧？哇，你们好，嗨，老板好。伊的今仔日吼，爱麻烦你啊哈！我们呢，想要来体验恁家吼无同款的生活。啊，家吼，我就是要买菜吼，买点油哦，啊，过来四面环山，要运动拢足好。啊，所以咱就是这个时阵，咱来分一下两堆。哦，就昨天我们分好了嘛，那我们就做比较困难的。啊，我们去买菜。买菜。买菜。啊，然后你们两个的对头给去抓鱼啊。哇靠！你是什么任务分配啊？金班彩温俩一样，太狠心了，姐姐。这只棋子是什么？我是谁？哦，哎，你是导游，这不是令旗哦，你把它当做三太子令旗是不是？导游说了算，好对不？好，陶哥。对啦，有菜也要鱼，有菜也要鱼啊。就是配色。来个叫做啥？爱有肉嘛，爱有菜噶。哎，这样才会均衡营养。满汉大餐。满汉大餐，哎呦。好，我为了后面那一句。哎呀，你破梗了啦！够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在红里，呀，在红里。抓鱼。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。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。快点！